当锤石达到了100万层被动，究竟会发生什么？根本不需要攻击就能把满血的 ADC 瞬间融化。首先来讲解一下如何让锤石达到100万层的被动。在如今的愚人节版本中，每次购买装备都会获得一只小宠物，而在撤回装备以后，这只小宠物就会被判定为死亡，而在小宠物阵亡的时候会100%掉落灵魂出来。因此我们需要对手不断的撤回购买装备，这样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魂。而在克隆模式中，锤石本身的掉魂几率就翻了2倍，如果5个锤石走到一起就能获得10倍的灵魂。因此好玩的就来了，对手在泉水中一直购买撤回装备，主 C 锤石站在一旁捡取被动，一分钟直接10000层，最终在100分钟的时候锤石就有100万层的被动，而每层被动可以为锤石增1点的法强和1点的护甲。因此100万层被动的锤石就是整个联盟中最 bug 的存在，一个 W 下去为自己直接加100万点护盾，仅仅依靠反甲就能顺秒所有的 AD 英雄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谁能打败这个锤石呢？